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观》。我们有社长啊，要发思古之幽情啊，到底在什么地方比较容易发思古之幽情啊？恐怕你在101大楼前啊不太容易啊。但是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虽然它也有尖尖的高塔，但是在这样的地方要发思古之幽情啊，似乎就比较容易啊，因为看到这个景象是100多年前，甚至于几百年前欧洲道路的那个情形，到现在你还可以还是一样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路面啊，是用那样石头堆砌而成的。它这边烟囱的情形啊，教堂尖塔的这个状况，唯一改变的就是啊，马车变成了现代的汽车，人穿着的衣服啊稍微有点变更以外，其实这些场景啊，还是让你会想起啊百年前的那样的一个事物啊，似乎啊又在那个地方重演。所以那个时候，现代跟古代之间的距离啊，时间的距离、空间的距离，似乎也就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遥远。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古迹啊，评调一下，或者是感同身受一下，感受一下时代进步的轨迹啊，绝对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所当然。这个画作是印象派的一位画家叫希斯莱，19世纪末期的印象派的画家，他习惯把那样的一个似乎平常的画面，这个一般的巷道里面的画面，或者是乡村里面也是蛮普通的那个场景啊，可是感受就不太相同。你可以看得到天空，然后这样的一个房舍阴影中显得出那样的一个蛮有点分量的稳定的那个感觉。更重要是这一群啊辛苦在这个大地上工作的一个人群，而他的一个影像上却是那么样的卑微，跟那么样的一个模糊啊，在整个交织而成的寻常巷陌，可是感受得到的是不寻常的人类进步努力的一个痕迹啊！这是他画这个乡村跟都市的情形啊。我们再把他的画作拉到水这边来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河畔那样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那样的一个感觉啊，感受得到那份的一个宁静啊，是蛮贴切的。这是在郊区的水景，我们如果给它拉到市区的水景，市区还有水景啊？有啊，这画的是什么？这是水啊，这是船啊，这是都市啊，这是在哪里？这是在塞纳河畔的一个叫玛丽港的这个村庄啊。它是港口，是港口没有错，它是一个村庄，所以并不是威尼斯啊。可是为什么这样子啊？好像有运河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它是记录的，大概1870几年啊，河水泛滥啊，那时候洪水啊，造成塞纳河的淹水，而把整个城市啊淹掉的这个状况啊。虽然他画作里面看不出这一次的灾难所带来的一个痛苦啊，似乎把它美化那个状况，不过从这样的画作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气候的一个变迁啊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它也会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留下出它的证据跟遗迹出来。所以我们要去深刻了解有一些画面背后的意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医疗上啊，最近前一阵子有一个药梵地亚那样的一个药，它也引起了很多人对它的一个这个忧虑啊。为什么？它是一个糖尿病控制的药，我们正常的时候这个胰岛素就是 I 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有这个地方启动以后，细胞膜就会打开以后，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糖啊，就是方糖这样白色这个东西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细胞里面，这样的话血糖的一个稳定性才办法维持啊，不然如果吃下东西，这里面一大堆的血糖，这里面嗷嗷待哺，这两个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啊。所以怎么联系起这样的一个平衡啊，要靠
胰岛素或者靠其他这个血糖的一些药物，而这个凡地亚这个药物就是啊，它会对我们的这个血糖控制有一些帮忙。而它的基转到底是在哪里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啊，这个现代文明的一个进步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身材也跟着改变，所以肥胖以后这些这个脂肪的一个堆积的一个部位啊，也就在全身啊泛滥了，像那个水一样到处都是啊，所以到处都有肥油。这些肥油的影响不只是外观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更重要，它对于我们身上的某一些这个化学物质，就像胰岛素这样的荷尔蒙这样的一个激素，它的一个作用会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它打开进来会把这个门打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这是正常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它这个门会打不开啊。所以同样是胰岛素在这个 I 这个东西过来这个地方以后，它到这个地方来，哎，此门不开啊，它叫了半天芝麻开门，它还是不理它，不开门的，不开门，这叫做什么？胰岛素的阻抗性增加，就是胰岛素，你看用了三个，它门才打开啊，所以表示它根本不理它的意思啊。这个细胞啊，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了。那为什么降低？就是因为跟我们的过度肥胖也有些密切的关系，所以就会造成血糖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堆积，这样的结果就是糖尿病的意思啊。那当然后续还有全身性系统性的这些影响，所以怎么去改变这个拮抗性啊，一样让它变得比较敏感一点呢、啊？好像唤醒它沉睡的心灵啊，让这个胰岛素阻抗性比较高的细胞组织能够重新变得那么敏感呢、啊？靠的是什么？像凡地亚这样的一个药，它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转啊，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机制啊重新再给它敏感化一点。哎，这个利益是很好，临床的效果也似乎不错，血糖的控制啊好像哎看起来是达到不错的效果。可是呢，很多事情还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啊、经过长时间以后发现什么问题？心脏问题、啊、原来用来治疗血糖的敏感的，结果后来发现心脏病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增加，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紧张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现在研讨的结果说，这个药暂时还是不用考虑下架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对于假如原来有心脏病的病人的话，使用这一类的药要更加谨慎小心了、啊。那糖尿病的一个机转呢、啊，大家可以知道，刚刚讲到这个敏感性降低，所以这个血糖都堆积在这里面了。可是胰岛素啊。这个药匙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它是我们的胰脏这个地方，胰脏也就在我们后腹腔，不是在肚子腹腔里面，在后腹腔这个地方啊，它分泌出这样的一个胰岛素出来。那这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它就是刚刚讲后腹腔的意思，又不是在这个腹腔，它是在后面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样的地方，我们如果给它做切片来看的时候，它有许许多多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里面有里面中间这个比较白的。就像岛状的，所以这叫做胰岛，所以胰岛分泌的东西叫胰岛素，这个来控制血糖。所以是在这个，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刺激这个胰岛的分泌啊，刚刚提到的凡地亚，它是阻抗性的敏感度给它提升啊，这个呢是刺激这个胰岛，好像说它平常比较不是那么认真勤奋的、啊，稍微提醒他要努力工作一点，也有药物，它作用是这样子啊。那有的药物也可以使得我们吃进去东西啊，这样的一个吸收过程，在这个肠子里面的，哎，减缓它这方面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达到血糖的一个控制、啊。所以这个药物作用的机转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有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它的交互作用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而不是说光看一个药的作用而已，其他相对应的也都要注意，因为我们的药物吃下去以后，它都在我们的肝脏还有肾脏做代谢的这个动作，而这个代谢的动作里面会有一些交互的反应，譬如说银杏这样的，或者是当归、人参啊，甚至于大蒜啊等等，这些都会使得我们的肝脏在代谢这个过程里面啊，如果吃了其他药以后，它就会影响其他药物的一个吸收跟作用。所以啊，如果吃这些健康食品，尤其是抗凝血药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让医师知道，不然的话，它可能会产生出我们说
不希望看到的一个副作用出来。所以药啊，还是啊，吃得越简单越好，只要跟医师多做沟通，而不是说一定要吃药。感恩你的收看，我们再会。